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认识一下，我叫元芳，请问师姐怎么称呼？我姓赖。赖师姐今天从哪边过来的？清水。清水也算很近哦。哦，有一段路。对对对对，你们好。我们这个节目叫义工利人天，来记录我们的法工跟信众同修来参加法会。对对，很好很好。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来仙佛寺吗？第二次。对对对。上次是什么时候？有一段时间了啊，因为那个有师兄在这边，我觉得很好，对，感受到。所以今天的法会是您第一次参加吗？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次也是参加法会。对对对，嘿呀、啊。当初是哪个缘分跟你们说这里有法会可以来？因为那个师兄他有一直跟我保持联络，对，我觉得他，我也受到他的帮助很多，对对，所以说他跟我说我就参加了。对对，我觉得为祖先做一些事情是蛮好的。对，所以在原本有宗教信仰吗？比如说祭拜祖先等等？都有，都有。家里对对对对对，另外的法会参加这就是第二次咯。对对对，来这里这边是第二次，因为师兄蛮热心的，对，我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很那个的帮助我。对，那大约您是遇到哪些样的问题困扰来做一个询问？像我跟他求助啦，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有哪边有什么障碍，还有小孩子的工作的事情，对，他都很用心帮我协助。还有这次祖先有一些障碍，对，祖先出了一些，就是有一些，对，还是对对对，我们都不懂的地方，他帮助我很多。对，我觉得在法仪上就这样，祖先的部分让我们都觉得非常崇高，不敢乱去妄动。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尽量为他们做好。但是过去不懂啊，现在能够为他们尽一点心意啦。对，所以今天因为我有一点路痴，所以今天来的时候很怕，说我找不到地方。对对对。今天您跟谁上来？我先生专程请假。对，我说还有幸福保佑，我说我一路有一点紧张。对对，还好。是从哪一个交流道？就从国道三号吗？还是？对对，国道三，然后过来，然后一路，因为我就有一点那个啊，师兄一路协助啦，他因为他今天有他在诵经，对对对，所以我就很感恩他啦，哎，祝福一切，今天一切顺利，很棒，对，哎呀，那今天我们有，今天我们公社的联位会有哪些祖先之外？你说什么？今天公社的联位有祖先，还有我还有在做一个那个普渡，就是那种那个什么，那个第几组还那个、哦、对第几组，对对对，嘿呀、啊，最主要的就是说祖先，我们做子孙，我的想法啦，子孙方面可以为他们做一些，让他们
对，我能做的就是这样了。因为我们自己是维新弟子，就每次在法会的时候都觉得哇，我祖先在这里可以好好的被照顾，就很安心。对啊，有祖先才有我们呐、啊，他们过得好，我们才能好。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哦，很感恩。对，何况很难得，这次说九十几天，我一听哦，我说我要参加。对呀、啊，哎呀、啊，而且很有缘分在这里遇到你。哎，谢谢谢谢，嘿，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师姐，阿弥陀佛，嘿，谢谢谢谢，哎，谢谢，是我们的王师兄吗？哎，是我叫王庆贤。王庆贤师兄，刚刚很多师姐来推荐您，要给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是哪一个道场过来的师兄？哎，今天是嘉义道场德六道场来护持。是，哎。那刚刚很多师姐说啊，一定要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王师兄。师兄，您是班上干部吗？哦，没有的，不是的。哎哎，人缘很好啊。没有啊，大家不嫌弃呀、啊。哎呀，哎。那、啊、您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我第十五届。第十五届的师兄，哇，也结缘很久了呢。我们嘉义道场、斗六道场师兄师姐都很资深。嘉义道场是从第十二届开始，哎，对，哎。啊，咱今天你来做法工，我们要播音都哪些部分，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啊，那就负责，这就是把早餐、晚餐、午餐的这个事做，都要把它上桌来收下来，再把那个盘子要洗一洗，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把。厕所还有地板清洗拖一拖，这样就一天的任务就完满圆满了。在坛城的这个楼层会有供养跟环境的一个清洁哈。对，在圆满的时候要把地板要拖一拖，还有这厕所要洗一洗。哎，这样子来接续我们隔天的另外一个坛城。对对对，哎。那在之前，我们的王师兄也都在道场做法工护持。那道场的法工也是啊，这法会啊，还有什么就是初一十五都齐安下在法会，哎，对。那主公啊，如果我们住嘉义道场附近的同修，初一十五也可以一起去齐安下在诵经吗？对啊，就是要。初一十五都是有过道场，都有受消灾法会的祈福法会嘛。那就是说过道场有时间的同修都可以到道场一起去参加这个祈福的法会。哎，那有的我们的民众啊，可能不太了解，想说啊，我什么时间点可以特别到道场来礼拜呢？那应该道场各道场都开放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啊。哎，都任何时间都可以到道场去礼拜老祖师尊及诸圣菩萨，都可以。那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以到各分寺道场来礼拜，还有我们的嘉义道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王师兄。在那对了，如果有法会时间，都我都会有参与啊。就是很荣幸说，凭老子是真的为得力几师的功德力哈，还能够身体健康，每次都法会都能够身体好好的去参与，哎。啊，在每次法会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跟老祖师尊来印心来求什么事情？那做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而是想说，如果有来做，说实在有什么我们什么事情，老祖师都会知道的啦，哎。有跟老祖印心到了，那随时都可以跟老祖师尊来印心。哎，对对，哎。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师兄，谢谢王师兄，谢谢大家。是我们的罗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罗师兄，今天是我们哪个道场过来帮忙？我们是那个嘉义道场和斗六道场。是，对对。那咱今天有多少人一起过来？应该是三十通的，应该有啦。
哎，三通个的，系啦。那都这样吼，看到阮的义工同学拢就拍摄，看到我就赶快离开。还好你没有。没啦，没拍摄啦，那有这个机会啦，有这个姻缘，哦，啊，咱来道场这做这个法会，啊，大家共同吼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法会该做圆满。哦，我的感受我是安尼，对。要够看到阮维新电视台嘛，不要拒绝我们，对吧？没啦，没啦，没拒绝啦，因为看到。微信电视台就是感觉足欢喜安尼啦，哦，因为咱这个法会，咱就是爱弘扬，就是咱哦幼儿园的，哦较侪幼儿园的去了解讲咱的宗门到底是咧做啥物啊，哦是要让咱大家当哦，即讲个讲名扬两界同关照啦，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哦。而且罗师兄在工作的时候、发工的时候都有印心到，哈，哎呦，当然有印心到。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怎样一个情况吗？我这对要讲，我们就要讲对一部分的安尼啦。哦，因为讲啊，了入这宗门，我的感受真正嘛感受足济啦。哦，有阵时一寡代志啊，你感觉讲，有当时感觉无啥物啦，啊，不过偏偏吼，你这一寡代志，你无用这个法门，咱这个法来处理嘛，袂当损失啦。嗯。哦，我拄着我的。过程是有这个过程啦，啊，就是讲有这个机会，当然你来访问我从我的会感受，我拄着我工作吼，分享大家吼，对我讲吼，才有缘的人了解，吼更加可以信心，吼啊，会当讲对这宗教的认识啦，来正确的啦，吼的认识。然后师父讲心界行净吼，虽然是四句话尔，不过这四句话。诶，迄个用意啊，迄真正你啊，有当时我感觉去甲体会去个领悟吼，迄足深的迄个道理伫咧啦，吼、嗯，免人，因为足侪代志啊，毋是讲咱咧想啥物啥物啦，吼、嗯，啊，有当时啊，你迄个我那像我咧讲拄着的，我就是讲我是捌用七宝共修共吼共化解，吼、嗯哦，就是讲吼，伊拄着迄个相处去冲刷的吼、嗯，包括讲伊迄个。遐要加悬啦吼，困袂去啦吼，行阁行袂在吼，啊，阁讲安尼，人讲检查嘛无病，就是检查无病吼。啊，阮那像这边，阮一个伊个讲，这阮迄算阮无老真迄边个啦吼。啊，伊真正血压悬到200啊，注射嘛无啥物效果啊。啊，落尾是讲要去叫因后生，因后生台北咧做工课，啊，要叫因后生转来，甲带去台北病院检查，因为无你当遮拢治疗拢无效啊，啊无效你袂使讲人咧艰苦，你无处理袂使。啊，但是我以我入宗门的感受，我来讲吼，诶，这向阳安尼吼，这应该有啥问题呢？这无可能讲，若是病，咱是爱医生无唔对。吼、哦，有病一定爱医生治疗，无医生治疗，绝对无可能好。啊，不过我感觉我的感觉就对，我讲伊这敢那像，唔是迄个病原理哦，吼、哦，还讲咱专门吼为甚物搞王禅老祖、洪元禅师师传这个七宝妙法？我就讲啊，无我要来教伊上课吼，我来请七宝转来安尼，吼、哦、来使用安尼。啊，其实七宝我请转来了后吼，我是讲要叫阮的伊也可以转来。该用啦，还是讲，阮太太讲，啊，伊也唔捌，伊也无伫专门，伊也唔知影这个法，也唔知影道理，要另安怎用，伊嘛唔知影。啊，其实我嘛讲，啊，我虽然我入专门，你也无唔对，啊，但是唔过我嘛唔捌用过呀，我嘛唔捌用过，我嘛唔知要安怎用啊吼。啊，就是讲，阮太太讲，好啦，来伊啦，你来伊度啦。啊，我心内想讲，反正我是心口，我感觉我是心口强用啦。吼，我是讲，唔是我。有迄个本领，我是讲，咱要学习这個法，啊有这個法会当用，啊无来用看卖咧。是。哦，我慢啊抱着讲，啊无来用看卖咧。结果七宝给收了了后，我照迄个咱迄七宝有张单的，啊我照七宝迄个单，甲念迄落神，我嘛是讲求老祖求圣神，哦有菩萨来加持啊。是。我一定信靠供养俩。是。我甲用一遍七宝给收了，一遍真正效果。老话唔免叫因后生伫台北转来，甲带伊大间病院检查。我反正感觉安尼吼，有这姻缘啊，这法我讲虽然是这七宝简单，不过你讲拄着的代志麻烦的时吼，真正足麻烦的。哦，你若医生甲有效，这当然咱是甲
甲恭喜啦。啊，你若医无效时，你无用这物件时吼，你无迄效果时，你迄条路感觉冤枉行啦。啊，规家庭你乱糟糟啦，吼，啊，真正乱。安尼你去病院注射，迄个管都无怎降落来啊。哦，哎，用安尼七步来收收，安着迄代志就圆满安尼。圆满代志嘛，要要领安尼嘛，对不？一定要有要领，啊，就是比方讲有咱专门这个法，哦，咱七步用这个过程啊，这我头一遍该处理安尼。太殊胜了，太殊胜！也欢迎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到各分寺道场来请七宝来回去。是啊，是，哎，等后阮。上书去冲翻掉，去迄落地吼，真正这上书这七宝真正足好用，因为我毕竟我嘛讲修足济啦吼，安尼拄到这个话，拄到拢戆戆神神，人疲劳，一人头过昏昏，头昏脑顿顿，啊，拢未精彩，拢一直感觉，不过个真正个处理了啊，就是圆满。哦，安尼讲咧，谢谢我，我咧爱感谢诺祖，这是诺祖慈悲的法安尼。谢谢罗师兄跟大家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师兄，请问您贵姓？黄。黄师兄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十三届。那很资深的师兄了。哪里？刚刚在路上过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远远看到师兄，想说一定要来跟师兄采访一下。今天是我们大安寺的同修一起下来。对。我们今天大约来了多少位同修？应该30出头，他是几位？是。那今天大家大部分都是请假，还是说也都退休的同修们？应该都有，也有年轻的，也有，又有人请假，也有人那个就已经拨出时间来，是。那您今天呢？有请假吗？对，没有。对啊，没有请假。还是跟家里师姐请假？对，今天就退休。是，那想要问一下师兄，您今天的法务有哪些？就是捕捉三餐的那个收那个供养，还有那个一些碗盘的收拾那些啦。是，对，等下环境的整理这样子。很多小项都必须要完成。对，就是一些清洁啦、供养啦，还有那些收的东西的，对，比较。那其实，在法会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道场来互谈。对，是。最开始你们有做哪些前置的工作吗？前置应该是，就是道场负责人应该比较辛苦，他们要了解说哪里要几桌，哦，某一些各个那个年位要几桌，所以负责人可能要辛苦一点，先知道，我们就配合一下，对不对？我们就看到有哪些工作就加一这样子。是，对，哪里有需要，我们人就过去，有人喊的话，我们就过去帮忙这样子。是。那以往其实，在千佛寺的法会上，都很多师兄师姐回中本山来帮忙。师兄，您也每年回来吗？对，差不多有，对，差不多有来。是，有时候当时间上如果不允许的话，就是有时候抽几天了。是。那在这部分，最当初您的法缘是从大安寺上课结缘的吗？对，以前是。那当初是怎样的原因来结缘？是那个听广播，就收音机广播的时候，早期来正声电台，好像师父有那边有广播，从那边知道消息，然后去参加师父的那个，好像在那个忠孝东路那边的弘法去参加，然后就知道这个讯息了。对，我们采访了这么多师兄师姐，您是我第一位听到广播来结缘的师兄。是啊，就是刚刚有听到这个讯息啊，对。是。所以那时候就来参与师父的弘法来了解。啊，然后再去询问大安寺那边有在上课嘛，就去那边学这样子。我不知道还有在广播的部分，师父有从很多的社群媒体，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接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啊，对，那可能很早以前的了，早期的，早期了。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也想问师兄，您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吗？对，以前对都有其他宗教的信仰了，就是觉得师父传的这个法很实用哈，我们日常生活都可以用到，所以。就像我自己的小孩以前
在国中的时候，就是忽然间就是，就不想去上课了。后来就是因为在学校的那个老师说你这个小孩好像眼神怪怪的，后来我就因为那天之前前一天晚上是有感冒了，我想应该小孩那么大了感冒应该没什么关系，后来就隔天就载他去上课嘛。那奇怪，那学校老师说你这个，我载他去学校以后自己又跑回来，所以觉得很奇怪。所以那时候那个学校老师说你这小孩子眼神怪怪的，那时候就很担心，就后来我去上班，然后叫我太太去带他回来，结果问他什么名字，那也自己也不晓得，就是三餐自己知道起来吃饭，然后又跑去睡觉，没有办法跟你们对流交流。对对啊，就精神好像有点怪怪的了。那时候就是刚好我小孩子有一个朋友，他是认识密宗的，他密宗很厉害，他那个比如说他们婚纱展，这次要生意怎么样，可以成交几对，因为他密宗的老师都很都讲得很明白哈，都很对啊。所以后来就是请教那密宗，那密宗的老师说这小孩可能到过年前可能没办法就是去读书了。后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读那个刚好是十三节刚开始嘛，后来就请师傅帮他加持，所以说后来再就继续上课，而且后来师傅加持以后，隔天后天就正常了，所以很感谢师傅的那个慈悲加持，这样子。师傅，孩子如果有状况，父母都是最担心，不知道怎么办的。对对对，所以那个好在有那个师傅的加持，不然那个密宗那个师傅是很厉害，他是说过年前可能没办法去上课，所以隔天后就是隔两天就正常了。是是，很感谢这个宗门这条师傅的这个慈悲，感恩老祖师尊师傅的护佑。那很多时候师傅也希望我们可以把法学好接好。是是是，感谢是是是是，谢谢今天，谢谢我们的师兄，等一下要进行我们五供收拾的部分了。是是，对对对对，好，是是，谢谢阿弥陀佛。来，师兄请问怎么称呼您？你好，我二十九届的学员，我陈慧聪。陈师兄，是陈师兄，您二十九届，哇，这样才结缘几年而已。三年左右。今天是一起来当法工吗？对对，就是跟我们师姐一起。对，师姐，师姐二十七的、哦，所以师姐是学姐了。对 对, 对，她比我早进来。那也当初是怎样的缘分，可以知道说一起来结缘？就看了义工立人天哈，然后又听宗师在讲话，蛮风趣的哈。也是。谢谢，谢谢支持义工立人天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位信众同修看到我们不要害羞。谢谢谢谢谢谢。那也很好奇，说是哪一个起心动念的初？要归功于我们师姐了，不是？是师姐引师兄进门的喽。是是是。是就师姐让大家知道认识一下是怎样的缘分啦。师姐非常害羞，从刚刚的时候就哇非常客气说我们就不采访没有关系。那也想要请问说，就是在我们嘉义道场啊那个我们的道场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方便来参香礼拜。我们上课的地点也是在嘉义道场吗？对，是在嘉义道场，对，在自由路，友爱路口那边，对。平常都可以上去参香礼拜吗？都可以，都可以，是，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嘉义道场参拜。师姐来邀请大家来，邀请大家来参香礼拜。是，欢迎大家来嘉义道场，跟老祖参香礼拜。老祖很慈悲，护佑大家平安。阿弥陀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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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